忘我花朵教程。我们先钩织它的花朵，起针方法是环形起针，大拇指按着中间交叉的这个部分，钩针插入线圈，从后面绕线，然后再一次绕线带过，先立一个起立针，把线圈从手上拿下来。第一圈钩织5个短针，钩针插入线圈，从上方压线带过来，钩针上一共2个线圈。绕线一并带过，这个就是一个短针。我们用到的是十字短针的方法。第二个，2个短针，3个短针，4个短针，5个短针勾好后，我们收紧线圈，找到第一针的位置，引拔。从后面带过，这个是勿忘我花朵的第一圈，一共5个短针。接着我们钩织第二圈，它的花瓣，先立4个辫子针，一、二、三、四，先立4个辫子针。同一针目，我们钩织2个长长针。长长针的钩织方法是我们钩针绕线两圈，插入第一个针目。从后面把线带过来，钩针上面一共4个线圈，我们2个2个线圈的带过。接着还是这一针目，再钩织一个长长针。2个线圈的带过。最后再钩织4个辫子针。同一针目引拔。这就是我们勿忘我花朵的第一个花瓣，后面的4个花瓣全部按照这样的一个规律去勾，同一针目里面钩织一个花瓣。接着第二个，一、二、三、四，绕线两圈，插入到第二个针目。这根短的线头需要放在钩针的上面，一个长长针。接着第二个长长针，4个辫子针，同一针目引拔，它的2个花瓣，然后我们后面的这一根短的线头藏好之后，用剪刀将这个线头剪断。后面3个花瓣全部按照这2个花瓣的方法去勾。最后一个花瓣勾好后，我们将这根线拉长一点，用剪刀将它剪断。接着我们将花瓣反过来，钩针从后面的这个针目将前面的这一根线头挑到后面去，然后我们再挑花瓣背后的几个针目，藏一下这一根短的线头，藏下线。之后剪断，它的花瓣就做好了。我们一共需要做8个花瓣。接着我们来学习它的花心，拿出来一段黄色线，先打一个结，这样先打一个结。之后我们用左边的这一根线在环内，这样来回的转几圈，转12圈，10到12圈。两圈、三圈、四圈、五圈、六圈、七圈、八圈、九圈、10圈、11、12、12圈。之后，我们从左边将这个小线头往中间拉。就是将左右两边的这个往中间这里，让中间这里变成一个小疙瘩的一个样式就可以了。
变成这个样子，之后我们断线，然后将这个花朵反过来，钩针从后面的这个正中间穿过，将这个花心挑到背后去。接着我们拿出来一段定型丝，将这个定型丝拉直，放在花朵背面。拿这两个黄色线，在这个定型丝上面打两个结，这样直接打两个结。之后剪的稍微短一点这一根线，将定型丝并齐。定型丝用到的是0.5毫米的定型丝，最后再拿出来绿色线。开始缠绕，后面可以直接转动着定型丝缠，这样子缠着比较快一些。缠到最底部，将这个定型丝分开。我们的这个小线头在定型丝的这里绕几圈，然后扭紧一下定型丝，简单的做一个固定。之后拿剪刀把这个线剪断，这样它的花心花朵部分就完成了。我们一共需要做8个，3、4、5、6、7、8，做8个。接着我们开始钩织勿忘我花朵的一个叶子。用绿色线，叶子的起针方法是锁边起针，先打一个结，先打一个活结。这是我们拿线方法，钩针插入到活结里面收紧，将活结固定在钩针上。第一圈起针方法是19个辫子针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1、12、13、14、15、16、17、18、19，19个辫子针完成后，我们拿出来，再拿出来一段定型丝，将它放在我们的定型辫子针放在定型丝后面。第一圈这个叶子一共一圈，第一圈我们就要加定型丝，钩针插入辫子针的内侧，定型丝放在钩针上面，第一针是一个短针。接着下一针，下一针钩织一个中长针，钩针绕线一圈，插入到下一个针目，从后面把线带过来，钩针上面一共3个线圈，绕线一并带过，这个是中长针，后面我们再一并钩织12个长针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。八，九，十，十一，12个长针勾好后，这个辫子针这里还剩下最后4个。我们再勾2个中长针，1个短针，最后一个辫子针，同一针目我们勾织3个短针，1、2、3。
望我叶子的一半就完成了。接着我们开始钩织另外一半，将铁丝翻转到这边来，织片横过来，开始钩织。第一针短针，叶子是对称钩织的，这半边我们是什么针法，这半边对应的都是什么针法。第一针短针，接着往后面再钩织两个中长针。这个定型丝还有这个小线头都放在钩针的上面，我们钩的时候直接藏下线头了。两个中长针，后面再开始钩织12个长针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1、12个长针，接着一个中长针，一个短针，然后我们找到第一针的位置，引拔，断线。背后的这根短的线头拉一下再剪断，然后我们从后面挑背后的线头，将这根小线头挑到后面去，拉一下，定型丝并齐。用这根线在定型丝这里缠绕几圈，这样子我们最后进行组装的时候更加从外观更加美观一点。然后将这个定型丝分开，线在定型丝这里绕几圈，扭紧，简单的固定一下，剪断。这样勿忘我叶子就完成了，一共需要2片。最后一步我们就是进行勿忘我的一个组装。拿出来一根2号花杆，长度是40厘米的。我们先把前面先放4片，4个花朵。这个像这个勿忘我们可以做成一束5朵、6朵、7朵、8朵都可以。前面先放4朵，这样稍微有一点短的。稍微有一点短的放在前面，然后最后后面的4朵我们就稍微放的稍微要比前面4朵稍微高一点。先随便放一下，到最后我们再进行一个调整，然后将它全部捏紧，翻转到背后去，拿出来绿色的线放在这上面，我们开始缠线。头部位置一定要缠得紧一点，不要让里面的这个定型丝还有铁丝的颜色露出来，这样就不美观了。把这个，现在就可以把我们勿忘我花朵的几个花朵位置调整一下了。之后，后面我们就继续缠线，缠到可以放叶子的位置，大概就缠到这个位置。我们将2片叶子放在花杆上面，左边一个，右边一个。之后我们就一直缠到结尾部分就可以了。这样，我们的勿忘我花朵就完成了。